都聽朋友講話，即係呢個 treatment 可以即係改善到呢啲面型嘅問題啊，咁所以都想試下咯。其實頸骨咧呢啲位就都大嚿啲啦，咁同埋咧塊面咧好容易水腫啊，尤其是朝早位咧就會好脹卜卜。小眼尾下，咁佢第一 part 咧，其實治療師咧就會用手咧，佢其實隻手咧就已經係好似一個瘦面器咁樣咧，就喺我塊面度咁樣不斷碌嚟碌去啦。呢啲位嘅感覺咧都比較大啲嘅，小眼骨器加埋個虎牌美容，其實做個過程咧，我覺得都有舒服同埋有痛楚嘅。可能治療師都按到呢啲位嘅時候咧，都好冤啊，冤得嚟又好舒服咁樣咯。咁一陣時就做咗一次啦，咁嚟緊都會繼續做咗幾次，咁就希望個效果會更加好啦。